好久不见的生日特别企划又来了，这次制作单位精心安排了各个环节，让詹姆士一步一步走进整人计划里。今天的作战计划非常的漂亮，游戏不管怎么玩都会输，我们吃的什么东西都是有问题的，酸哦，因为内神偷外鬼，果然是饱了，饱了流眼油哎，好了，他所选到的一定是正常的。没有这么说，抓他，抓死他！我没有办法控制了几个人举手。二、四、一，没有。拜托别记住。惩罚不管怎么选都会中。每次的处罚呢，按照顺序摆。二号。一、二、三，看，没有那么衰吧？该不会红不让吧？今天我先。第三个翻开来是什么？一、二、三，看。三个师傅都跟我，这种组合多惨！因为内神偷外鬼。我就是那个外鬼。你是内神，不是那个内神，我们才是外鬼。我们只有最倒霉的是，我们吃的什么东西都是有问题的。哇嘞，就要猜谁的瓜，他被罚连罚两次，最后是第三次翻开来是什么？为了让之后的整人计划成功，特地提前庆生，让詹姆士放下戒心。两位猜拳，选队友，选队长，剪刀石头布。哎呀，怎么样？就在这里不走了。他一定会选我。我一定选。干净，哇，活泼，好厉害，太活泼，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学，好可爱，干净，活泼，哇，都这样耶，哦，可不可以有自己的创意啊？看哦，张晋准备好了。我你冷静，先想好，你自己决定啊。我有想法，你有想法，有想法是不是？什么？我觉得是母狮哥。好，你去吃。我有想法就要去吃哦。我觉得你非常好啊。这是认，我只是提想法而已。你去啦。这个是亲吻，出来不能换哦。你们刚刚参与是在猜假的就对了。他刚好是他多出这个人。哦，这个饭很多呢。屁屁。我刚 miss， 所以我最后了，你们挑就好了。你先选，你最没事。你最没事，你还先选。哎，你怎么这样？自己的，你不要主持，我们有自己的，顺着走。我也不知道，好来，邱永鼎，从先啊，一起开才刺激，一起开，一二三，开，你看，雷子说，待会我会有机会打你哦，周伟成，我也是嫩嘞哈。姓高哎，那他也是嫩哈。尾在旁边，快点！整他，不趁今天，要什么时候？平常是整不到的，所以拜托第几组了？拜托大家帮我们集气，我们要去玩第二个游戏。你这样什么事都没有干哎！对啊，刚刚是这个对，对，那我就选这个。我要，对，你选那个哦，你们俩谁先？素心来，你不是想要让我先选哦？不是啊，不是轮流出来先，你轮流出来先，剪刀石头布了，剪刀石头布了。
男子汉，不是不是，那你先选。反正我不会猜赢啊。会啦，你那两都赢了啊。对啊，试试看，那我先选。哎，你到底要哪一边呢、啊？我刚就是要他、啊，为什么在我旁边啦、啊？一定是我，一定是你三个边。哇，你没有那么衰吧？来，起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开！久了，到这边。电话球。我跟你说是这样子，多打几次，哎，他也就习惯了。你都连铁青是对的吗？我还好，就被打屁股而已啊，两下而已嘛。拜托各位，就让我打一次曾国城。不，我们还是没有赢。收工，记得帮我把他抓架。这个游戏呢，就是无论怎么样，我们一定也会输，因为我们已经控制好詹姆斯即将要面对最后的结局。我不是要生气，都被打。你怎么感觉在喝高粱？手抓，手抓。我们这边怎么会有戏说台湾的人？哦，痛到死！你真是有点羊癫疯啊！打脸哦！什么东西啊？但佑生他笑完之后，他后来有点跌倒，这样，所以应该是米哲的。所以你偏米哲？我觉得是米哲，按你的。好，那就米哲。好，那就米哲。米哲，米哲，米哲。哦，今天这一组完全没有战力了哈，去。有点酸吗？你觉得？啊，真的那么酸吗？鱼翅膀，把它流眼油哎。老板。这个是你先选的、啊，我不要，我要先哦。你已经两次都先选了。对，好，胸罩，滑动，下一个谁？不会这么准吧？哎，刚刚是第二开嘛。好，来。哇！是。该不会红不让吧？你红不让，今天要买彩券，一定要去买。但是今天我先。你不要省力。如果要是我中。你陪我打一下，我陪你打一下。叫我生也许愿，叫也是，不一定是。他要谁打？当然是我啦。三七。问他，问他。哎，不一样，那处罚不一样，那处罚不一样。今天一整局都这样做出来的吗？对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刚刚喝到的是醋。我们演，然后抓的时候就已经大家都知道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们所有人都在骗你啊！在骗你太厉害了！对啊，所以你刚才举那个时候也是最后是故意输的。对，他是真的输的。哎，他真的，他尽力输，是力输。所以今天不算集体霸凌，是第一组霸凌。摄影棚待了快18年了，这是给他一个最难忘的礼物。嗯，要不然我们过生日都过了麻痹了。节目录了18年了，还是被整到啊！但蛮特别的这一次，因为下午第三场的时候已经庆生过一次，我以为已经结束。我觉得会被整到的另外一种感觉是，所有人都了解你，制作单位了解你，这个老人曾国城啊、周文轩都了解你，所以才会这么容易被整，很棒啊！因为本来生日被整就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。只是录完就会觉得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我不知道。整个摄影棚30几个人，就只是看我的笑话。没有关系，会有机会，地球是圆的啊。